如果蓝色在转的不看，就是黑红绿。黑红绿，可是如果黑红绿去调去对应下面的话，有两个数字是重复的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难道说不应该对应下面那个吗？如果对应这边的话呢？啊，菜菜可以当娜娜吼，所以菜菜应该是七。如果黑红绿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三六七咯。因为 middle 口的话是绿嘛，三六七，黑红绿不算蓝的话就是三六七了，试试看吧。我猜我应该没解错。以我们这种高能型的玩家，三六七，对，先确定一下三在哪里。OK， 三六七。啊干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怎么想都是三六七啊！菜菜是娜娜啊，黑啊，团三郎是 Midoriko 啊，还是左右对应啊？啊，还是左右对应，不是上下就左右咯。那红的是三，六浦是绿，然后西几，西几是多少？八，不对，四只谷是什么？哈几，哈几吗？哈几吗？所以是三六八咯。所以是三六八咯，哈吉应该是三八嘛，三六八，这次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三六九吗？你以为他是金圣森吗？不，我才玩没有多久就卡关，你这游戏是怎么样啦？而且风林火山哦，顺序应该没差吧？他说三个数，他没有说要照顺序啊。哎，等等哦，如果说其实是要想成风咯，所以去的应该是红色咯，难道是这样吗？难道是并不是看这个颜色吗？难道是想成风，所以把风林火山的风拿掉，所以看的是剩下三个咯，林火山，所以变成是绿黑蓝咯。难道是这样吗？不会吧，绿黑蓝的话那就是六七八。那四只谷到底是八还是九啊？很恐怖啊！哎，作者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想玩游戏呀、啊。再想一想，一几六库，哈几六库，一几六库，哈几六库，一几六库。再看一下这边到底说什么。トマダモノに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トマダモノに道を結構ドアできない。还说主停下的东西打不开？哎，那不对哦，那并不是停下的东西打不开。哦，
我知道了 ，fuck， 我知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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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。停下的东西打不开，所以要选蓝色才对，所以要选蓝色的。然后蓝色在下面是代表九，蓝色在那个左下那个房间代表是九，然后在这个房间的蓝色是代表着这个房间的蓝色，敖乙代表是娜娜，所以是七。然后那边的蓝色是多少？风林火山？问题是山算什么？四吗？所以是九七四吗？因为是第四个吗？所以只能算蓝色的。可是山这样算四是不是？还是算笔画？一二三啊，笔画也是三画，好吧？那就九七四或九七三试试看吧，这样应该没错了。以我们高智能的方式，这次一定不会有错了。欸作者一定打错答案。九七三吗？哦，九七三，九七三，所以三是看笔画的。对啊，你看还是差不多嘛，只是刚刚一下误会了而已，还是对的，还是对的。你看九七三差一而已，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差一点点。那诺口哎，什么声音？刚刚的声音是，哈哈，仓库翻。你好，我超强。干那个在动。仓库翻高手，干卡住了。再一次。嗯，应该是笔画啦，因为你那是用日文念啊，日文的山是亚麻，亚麻的话就不会，不那是看日文，那不是念中文的。我猜的是笔画啦，因为山是三画啦。我如果刚刚要硬要解释的话，就只能这样解释了，不然我想不到其他的解释法了。嗯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有三有散这种念法吗？我是没看过这种用法啦，可能有啦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他真的有读音是可以这样念的。嗯，好像不对，呵呵，看一下。可是，一般很少念散吧，除非风林火山当时念就是念散，那就对了。那可能就是风林火山的念法就是山吧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应该就没错了。看看哦，你用爬的过去会死吗？这箱子看起来那么矮，你是不会用爬的哦，残障，气死我了！我最讨厌这种低智能主角了，那么矮的箱子也爬不过去。鄙视你们这些人。哦，那如果这就对了。啊嘞。
啊嘞，啊嘞。两公尺也爬得过去啊！他们有两个人呢、欸。嗯，我看看哦，所以我应该是要从上面往左上角往下推喽。可是我要怎么从左上角往下推啊？不然就从下面把它往上推，二折。可是在下面我怎么推都推不成那样子吧？看看哦，下面推得过去吗？没有啊，现在是好的吧？现在应该是好的吧？对啊，可是下面要怎么把它推过去呢？或者是把上面往下推也行，都可以啦。只要让那路空出来。嗯，嗯，おかしいな。安安 ，Furry 三，往左边一格，没有任何意义嘛？往这里一格，再往一格，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箱子推得动，三个箱子就推不动了呢？为什么打不开？我居然卡在这种低智能关卡上。第一个应该是这个没有问题嘛，要把这两个往回推嘛，合理之至。然后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你也就是这个跟上面这个，对啊，柳太郎新的柳太郎，这个推了之后，那个就只能往上，然后再往右。可是这样下面就满了、啊，如果先推这个，上面也卡死啊。我刚过了吗？什么？我刚过了吗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等一下，我刚怎么过的？等一下，我刚怎么过？等一下，我刚怎么转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照你们的时间点看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咯。没有啊？怎么会有解呢？没有啊，怎么过了？刚刚有过吗？没有吧？我刚什么时候过了？我刚怎么转？完蛋了 ！Q 弹哦！不行啊！可是你这样会卡住啊！问题，你这上面还有一个啊，你这推不上去啊，啊，没有吧，刚没过吧，中间那排可以推啊，哎，对哈。啊，中间四个可以动齁。中间可以推，我都没想到中间可以推，
靠北。哥，我刚刚已经忘记我刚怎么玩的了，来哟、哦，哎呦，西狼哦，我刚怎么玩的？最一开始我都已经忘记我怎么推了，这个打这个对不对？这个没错嘛。然后这两个推到底嘛，把它挡，不要让它挡着路嘛。然后这个过来一格，这个推开来，然后这个下来，这个过来。哦耶！我拼出一只小狗了。最下面往左推，这样子。哦，我高手就跟你们说，就跟你们说是那个，我就跟你们说是那个，跟你们说我是仓库翻高手，什么东西在动，把盖子盖上，去死吧，吃我的盖子啊！哎、欸，关上了。なんだ気になるだろう。哎、欸，嗯，嗯。誰かと思うだろう。劉太郎が。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柳太郎呢。你は鳥だ、喋れ。鸡说话了。嘘がせやかて。不要吓我啦。这家伙是鸡肉啊，不是什么会说话的生物，它是一个灵体。喂，你给我不要那么嚣张的叫我。会说话的肌肉，卡哇伊干么？好像很可爱呢。糟糕了，这小雪一定是女的，不对，一定是个男孩子。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。我大西瓜 Yuki 哦，我是小雪。那、啊、你好，肌肉先，肌肉讲。啊，ここで何をしてんだんだ？你在这干嘛？それはこちらのセリフだ。这是这里的台词吧？啊，我想说进了城堡，五猪都有啊。他说怎么进了虚室？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か，原来如此。嗯，没错啊，五猪都有都有呢哇。虚室啊，就是妖怪跟幽灵们可以自由自在活动的世界哦，跟我们普通的生活世界不同啊，跟我们所谓的现世是不同的世界。初めて聞いたわ。那、啊、なんでそんなに？哇，我第一次听说呢，你怎么这么明白呢？那、啊、我刚不是说了吗？之前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嘛。事实上，我也去过了一趟虚室呢。嗯，难以置信嘛。不过嘛，总之现在也只能相信了。那、啊、但那、啊、看来神山大人不在这里啊。那我知道就好了。有没有办法回到现世呢？残念だから、なから，不好，没办法。那、啊、你们通过的那个道路充满了邪恶，被邪恶之气给堵塞之住了。啊，要回去的话，必须要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过。唉，啊，真麻烦呢、啊，还要找，没办法啦。话说回来啊，刚刚捡到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又得到了五芒星的牌。まずは一旦ないところに見てみろとするか。总之不走走看就不知道了。そうだな，也是呢，就走吧。哎耶！我得到肌肉了，太胖了，肌肉太胖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盖子，好大的。安安 roll 0728，好，使用这个。No B 哦，哎，按错了。啊耶！哦，不不不不，哦，门关上了。看来身长只是一时的，我知道身长都是一时的。我是说鲁夫的橡胶手臂啊，别误会了。我觉得你们常常会误会我啊，所以我就要我必须要澄清一下。哇、哦！吓屁，混蛋，出来啊！单挑啊，有种单挑啊 ，PK 啊，不是很嚣张？可恶，气死我了！
小雪，你去对面把这个门挡住。瓦卡达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搞定搞定，没事了。鸡肉不是备用粮食好吗？它是个灵体，根本不能吃。伊达诺嘎走了吗？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什么粪便啦？因为我刚用手把，我来不及按退啊！我也想按退，可是我刚是用手把，我来不及按 A 啊！因为手把不能用那个皱纹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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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往右走啊！我知道怎么走了，我知道了 ，I know， I got it， I got it， 我知道了。顺道一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人兔子排排站，这就是那个兔子排排队的那个作者，这是那个兔子排排队的那个作者的游戏，所以很表不意外。不能用，不能用那个，不能走那里。我知道去走哪里了，走这里就对了。哈哈哈哈！绝体绝命。是跟我一样胆啊，真是蛮残忍的家伙。我们分道而行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肌肉你跟他走？你不是肌肉，你不是我的吗？嘿，口技啦，怎么来这啦？哇！危机一发。柳太郎后你大米大那那好像走去柳太郎那了。那家伙没问题的，他跑得很快，放心吧。So ne， 那我们就用我的方法来找怎么回到现世吧。就这样不管柳太郎了。哎呀，出现那个小幽灵女孩。哦，用小雪操作不能用炎灵，取而代之可以用 A 用斩击。哦，好帅哦，半月斩，哈哈哈哈，出来啊 ，PK 啊，没问题，这次我打得赢你们了 ，PK 啊，那什么温泉 ，good， 可以洗澡了，我们可以看我们是男是女生了，入浴时的规定啊，好，先去洗个澡再说，打不开，好像有什么在，呵、啊。果然是出云最强的剑士，不意外，不能洗澡，太可惜了。呵，镜子照出了自己，有一个白装束，还有垮，有那个裤子垮。哦哦哦哦哦，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这看就会动，这九成九就会动。牛宝宝，你们好。纸人形 ，Sugogo Kiwane， 好大哦，应该不会袭击我吧？哦，没有，没事，吓死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有有有有，这么大的湖下面有什么呢？压了什么？太重了，推不动。呵，哈哈哈哈，口袋的右手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得到了什么首饰？擦手的吧。是不是？哦，有一个手帕吧，明刀、冰果还是水果？东云家代代的明刀，那我下次叫明刀西瓜好了，不是更猛？有一个铠甲，穿上去吧，防御力比较高呢。有支笔，有些长枪。你好，没有眼，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就看不到明天了。なんだかかわいそうね，总觉得好可爱哦。So ga 是吗？看哪里可爱了，小雪你没问题吧？
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小妖怪？你们好，哼，去死吧，小妖怪！哈哈哈！哎，为什么死的是小雪？被插屁股的还是柳太郎呢？好可怜、啊，没死的是小雪，被插屁股的还是柳太郎？所以是要技术性把他们杀光吗？人間さんだ，是人类耶。あれ？これはただの焼き物みたいね。这好像只是单纯的烤东西似的，捡到了一个黑黑圆圆的烤东西。哦，原来你们混了一个烤东西进去。モフモフ。呼啊呼啊！我决定一件事情啊。呵啊，砍了要绕跑，哈哈哈哈啊！他们真记仇，可恶！我本来出去进来，他们就忘记了。看他们那个头的大脑智商就不高，没想到居然这么记仇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啊，对，我们有手帕，是不是可以去洗澡了？可以擦这个咯。我本来想说这个地方脏脏，是不是要擦这里？你看这里脏脏的啊，手帕应该是擦这个地方啊，感觉很像齁，可是不行。嗯嘞。难道说，吃我一剑吧？哦，嗯，哦，原来可以破壶，赞！拆房子时间到了。阿雷雷，阿雷雷，那我就要打什么呢？你要眼睛是吧？嗯，啊对哈，那边有破洞，我都忘了。不会砍到他吗？不行呢，破洞不能砍。嗯，人間さんだ。呼啊呼啊，模糊模糊，米袋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有柴，出去看看。应该不能回去了吧？对啊，回去太危险了。那就只剩这里了吧？我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事件了。哦，那可能刚刚事件没有触发好啊，可以了。哦，我刚没有跟那个狸猫讲话。あら，哎呦，姐姐 ，good。あらあらあら，可愛い子ね，可爱的孩子。啊，あの，要不要一起洗澡呢？好啊，いや、不了。喂 ，Yuki， 気をつけろ，小心点，小雪。こいつも妖怪だぞ，这家伙也是妖怪呢。Yuki ちゃんでいうの，啊，你是小雪啊，我叫做菊。嗯哼，啊。Yuki ちゃんの星のものが見つかるもしれないわよ。我搞不好看到了什么，找到了什么小雪想要的东西呢？私が欲しいもの，我想要的东西啊，她叫做湿女，就是很湿的女人啊。嗯，拿去吧。但是啊，要洗澡的时候千万要记住这里的约定哦。绝对哦。喂，等等，真是不听人讲话的家伙呢。约定是什么啊？请穿上白装束。请带着那个手帕，就是小手帕啊，请不要拿手帕趟船什么忘了，就在里面玩吧，不可以带刀，不可以带动物，然后就是请进入再洗澡哦。哼，我就偏偏要直接进去洗，怎么样？咬我啊，笨蛋！我就是要带着刀，我大拉拉拿着刀冲进来洗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哼，我就是要洗。哎呀，どうして約束を守れないの？为什么不遵守约定呢？不知。
柳太郎表示：“为什么你被插，我也要被插？这游戏根本有 bug。”好吧，那就是去换白衣服的时候了。然后还把小鸡丢外面，小鸡还不能进去，那要穿白衣服。没修，换上去吧。弄一道干嘛？他说要白衣服啊，不能带刀嘛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需要什么东西？没了吧？白衣服不能带刀，不能带动物，然后手帕我有，哎，可以了，把衣服放着就行了。好，换上白衣服吧。哦，他到底是男的女的？糟糕，我真的看不太出来。然后也不能拿刀，啊，刀怎么办？啊，不能拿刀啊！还有，把鸡肉也放在这里看家吧。哎，好了，冬云家代代的名刀，鸡肉睡着了，还有什么吗？然后手帕有了，不要拿手帕来玩。好，可以了，走吧，进去吧。这是什么？这要先冲澡是不是？这要先冲一下。借用这个桶啊，先冲一下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是石碱，就是肥皂。啊，要照规矩来啊。啊，首先先冲一下。如果直接泡汤会怎么样？啊！你不用这么这样吧？你是有嫌我是有很脏是不是？你是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好吧，那还是先要先把身体冲一冲了。先冲一冲，先冲冲身体。哎，可以的，一碗呢，这样就行了。到底是男的女的啊？糟糕！我真的看不太清，看不太出来，好像是女的吧？叫小雪，应该是女的吧？嗯，出了一身汗，正好呢。啊，把手帕放在边边，不行，要把手帕放头上。嗯，很舒，很棒的浴室吧？嗯，是啊。那么我想要的东西是在脚边有什么呢？啊，得到了黑黑圆圆的东西。啊，哎，yakimono，这东西就是我要的。嗯，果然洗澡真棒呢，大家都在洗呢，呜，好多人，哼哼哼，下次再一起洗吧。一体何だったのよ？到底什么啊？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我的冰果不见了。嗯，你回来啦。喂，肌肉，我的刀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刀？あれ？本当にないな？真的不见了耶！是不是谁拿走了？你有没有看到谁拿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好意思，我睡着了。そんな，怎么这样？好啦，我一起找吧。会被老爸宰了的，知道刀不见，老爸会把我给宰了。牛宝宝出现啦，救狼哦！啊，我的刀嘞？对啊，重点是我的刀嘞，是不是被带到牛宝宝的房间去了？哎呦，你在守什么？三只智障。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这个角度不好，这个角度不好，再来一次。从边边走，嘿！那去啦，插你的眼睛。难道说这个黑黑的东西就是他的眼睛吗？打呢？
哎呀，有眼睛看得到明天了，谢谢你，让你过吧。首先要先找刀，哎，还要找刀，刀在哪里来的？哎，小妖怪，你知道刀在哪吗？刀，话说回来啊，刚刚那些侍神们好像在吵着说什么看到宝物了，侍神。哦呦，叫你们不要跟过来，大牛怪，整个打。啊，斩棘只能拿来砍那个瓶子啊。哎呦，好险！应该他们守在那儿吧？卡西米奇是不是侍神的意思啊？兵器库吗？可是卡米西，兵器库没刀啊，这把吗？这把刀借我一下吧，啊，得到了名刀春哦，拿了另外一把，现在只有另外一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杀了那几个王八蛋，呵呵，吃我的刀法吧，牛宝宝，吃我的剑术，哈哈哈，干掉一只了，搞定两只，可是那是不同的刀哎。名刀44G的其中一支，哈哈，找到了啊！我的刀，哼，原来是这些家伙偷的，得到了名刀冰果，所以我现在是二刀流了吗？所以我现在可以二刀流了吗？啊，闪人呢？下 啊！你好像这个圆圆的鸡肉好像很好吃呢，噔噔。伤你一刀！哦，这是什么房间来的？有开关呢，先看，先看。哈基玛利瓦多口啊，开始在那里。欧瓦利瓦口口，那是多口吗？对啊，开始在哪里？结束在这里吗？不用放回去了吧？拿的就是我的啦。为什么还要还回去呢？挂轴，呵、啊！遇到什么东西就哼我两刀再说。有一个神架，才不呢，才不还给你吃屎！捡到刀就是我的了。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有三个按钮，有个挂轴，我觉得乱按应该会死吧。啊，没什么反应，没事。先去看有什么提示吧。只是一个盘子，黄色的花，随便。走这吧。有支笔，这个书上放了什么？那你那你什么什么？女郎蜘蛛啊，在虚室在现实中啊，把15个人宰了，没人看到过那家伙，那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女郎蜘蛛就是刚刚的家伙吗？不过要从哪一个开始按呢？先往后走吧。啊，不行，这里大概是等一下会跟那个柳太郎会合吧。